人生路上多少聚散，记忆深处手就能触摸到阳光，一些迷惘，一些不安，总会在下一个转弯全部放下，唱一段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眼泪慢慢的干了，撑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那接近爱的地方，唱一段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刘先生，我先把行李拿上去。好，麻烦你了。好。你们要听话，知道吗？我不说什么，你们就要听，要乖，可以吗？妈，我跟你说，你不要干嘛没讲我。昨天去看学校的时候，老师说的我都听不懂，哎，我考试考得很烂，怎么办？爸爸相信你啊，一定会一点一点的进步，不用多久，你的英文一定会很棒的。不要我们离开了。你还记得爸爸跟你们说过什么吗？你跟小文是公司的啊？小股东。对呀，那既然是小股东，就要配合公司的营运，对不对？明达怎么样？差不多了吗？行李上去，可以走了。哦，好。大姐，可以的，明达都已经交代好了，而且呢，刚刚他都谢过我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要你马上放下呢很难。不然这样子，想到什么你就随时打电话给我了。想过来看他们的话，不要觉得麻烦我，就直接过来了。没事的，没事的啊，现在是过渡时期嘛。你们两个，妈妈不在身边唠叨你们，要有礼貌，要乖啊，小文。你千万要记得不可以游泳。婷婷，你不可以再欺负妹妹，要照顾妹妹像个姐姐一样，知道吗？还有，不可以调皮，要听大姑姑的话，好吗？好了啦，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啊，我就要变成雕像了。好了，我们走了啊。来来，好，小文、婷婷，好不好？嗯。跟爸爸妈妈说再见，拜拜。大姐，就麻烦你了。好了，我们跟爸爸妈妈说再见，好不好？笑一个，爸爸妈妈会担心，会舍不得。笑一个，嗯，拜拜。再见。放心好，来了好不好？让爸爸妈妈安心啊！再见啊，放心，再见，拜拜。等一下啦，我忘了东西了。什么？
我的口红放在洗手台。哦，那我就转回去吧。不用了，他口红十几支，我擦那一支了。 下次拿就好了，来来去去方便得很。大雄啊，你知道我们台湾啊，要出个国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得搭飞机，所以出国是一件大事情，不像这里，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过个桥就到了。<笑>真的真的很方便，打个车往北就是泰国，打个船往西就是印尼了。所以说啦，不用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嘛。 刘太太，刘先生为了你一来就安定，就已经把家具和厨房都打点好了。他很挑剔的，我光为了选沙发，就走遍了整条街才做决定的。你带我去选的，你可以作证，对不对？对呀，刘先生真的很周到的。 稍微等我一下，待会带我去工厂。好。刘先生，那个不应该在南洋街补习是什么意思啊？<笑>因为我们两个啊是在南洋街补习的时候认识的，你觉得呢？哦，就当我没问过吧。 宽敞吧，可是好像有潮湿的感觉。潮湿是一定会有的，一阵子没有人住了，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就 OK 啦。你怎么选这么复古的家具呢？你明知道我讨厌复古的东西。这边的华人呢，还在过着很传统的日子，到现在还在唱榕树下呢。 厨房怎么空空的？锅碗瓢盆都没有啊！这个厨房本来就不是很实用，再加上你的厨艺呢还未开发，基本上都是外食嘛。<笑>好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这样子好了，你把行李整理整理，休息一下，我先去工厂哈。我跟你过去。你要去工厂？ 不要了，我今天吼耳朵已经被塞满了，装不下更多的抱怨了。哎，我不抱怨你，你会进步吗？好，那今天就暂时先不要进步好了。你好好休息，晚上我带你去吃好料的马来菜哦，拜拜。哎哎，拜拜。
免假啦。请带路。是，上桥去。我们的上桥，我们开始上班了。是啊。订单呢？签到了吗？订单早就说好了，不怕。他们是来试裁缝机的，现在车一工难找，要先留人。订单都还没有接到，你大队人马就找进来，会不会太冒险了？没有人马怎么打仗呢？天气好，心情要放开了，我带你去走走。哎，你是要去哪里？这环境你又不熟，等我一下嘛。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嘿，终于改过来了。这位是我太太，老板娘你好。好、哦，也不要叫老板娘，叫刘太太。嗯、叫简小姐。简小姐你好。你好。叫简小姐的意思呢，就代表她不归我这个刘先生管了。明白，明白。这个女人嘛，都爱当小姐，我们就大方一点喽。那当小姐当到80岁好了啊。哦，你看看她，从年轻追到现在，还要我去追她。这边，这边呢、啊、是我们的车一区，机器都是新的哦，你看。Bila ada kerja? Tak ada kerja, tak ada duit. Anak saya mau makan. Dia cakap apa? Hong Xia. Hong Xia, mari. Mari sekejap. Mari sekejap. Oh. Saya akan memperkenalkan. Saya akan memperkenalkan Hong Xia. Hong Xia, ini adalah saya. Anda panggil dia Liu... Jian Xiao Jie.简小姐你好，因为她刚刚跟我们说了很多话，我们听不懂，想说可以麻烦你帮我翻译一下吗？Tak ada kerja apa? Oh, saya kata bila ada kerja, tak ada kerja tak ada duit, anak saya mau makan. 她说什么？她是问，还要多久拆衣服车啊？哎，你跟他们讲，不用烦恼，只要开工就有薪水啊。组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说的？黄组长比较害羞一点。没关系，你慢慢讲，讲出来。那些车衣工呢？他们说。他们不想要卖时间拿死薪水啊，他们是想要车多少赚多少，最好啊是有很多的衣服车，大家也是要赚多一点钱啊。知道知道知道，你跟他们讲，很快很快啊。
们要去哪里啊？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不是啦，他不了解这边的文化。哎，在马来西亚呢，第一宗教是回教，这几个是回教徒，他们时间一到要去祈祷膜拜，一天五次哦。五次，那还蛮虔诚的，也是要尊重。啊，阿拉巴给基督的玛尼亚克家。哦，他是说他祈祷阿拉，让工厂有很多订单。对了，啊，有百无波比了哈。哎，达里玛卡西啊，达里玛卡西，谢谢啊。吃过最多一次过是吃多少？没有吃。没有，我不信。每天都在吃啊。早啊。刘先生早。刘先生早。好。先生。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太太简淑霞小姐。那这三位啊，是你未来最亲密的伙伴哦，会计玉昭、行政慧珍，还有丽云，采购兼续品。你们好啊，好，刘先生啊，刚才有刘太太，你真的好美耶，然后你的衣服也是很美啊，难怪你们会是开那个制衣工厂的。你过奖了，以后呢，请叫我景小姐。这么美，然后又叫小姐，会不会很多人会来追你啊？哪有啦，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真的不像哎，不像哦。有些人说马来西亚的人很善良，原来是这样子。刘先生，善良是有啦，不过工作经验就没有咯。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起。没经验。很大胆哦，请我们这些哦，什么都不会的。个性好比经验来的重要了。对啊，刘先生说啊，我很爱笑，所以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跟着我笑。好像现在没有生意，我也是这样子笑啊。啊，喂，你讲什么哦？什么没有生意？这样子哦，老板娘听了会显的嘞。显，你不懂啊？显就是你们讲的郁闷啊，没有生意一定闲的嘛。哎，那，哦，你看，简小姐的眉头，哎呦，皱到啊，可以叼死苍蝇了喽。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可以有空听我讲几句话吗？说。刚才有位庞先生打电话来。庞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都说你去新加坡了。是啊，我去接单嘛。啊不，应该说啊，是去推单。十笔生意只能接两笔，都做不来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不久之前你跟我提过，你做不完的单子可以转给我。我当然记得，只是你工厂都部署好了吗？都部署好了，人也都进来了。哎，早讲嘛。早知道我就把那些推掉的单都接回来。那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也要来得及啊！大家都从台湾来打拼的，这互相照应是应该的嘛。听你这么说，我就松口气了。一般人啊，很排斥同行，怕竞争。我就不这么想，最好大家都进来一起做，把马六甲的成衣啊旺起来。不然哪有几个会想到马六甲有成衣厂啊？还要跑到新加坡去接单，远是不远啊，只是还要给贸易商再赚一手。就是啊，给人赚一手也不是不行啊，只是啊，成本提高，竞争力就减弱，拼不过大陆那边的工厂。所以咯，马六甲的台商啊，要团结，打开局面。对，来，为了马六甲台商，干杯。你有布没有？在这里目前还没有找到供应商，不过台湾我有熟识的布厂。不行啊，从台湾进步啊，时间难掌握，还要加上运费，你赚什么？干脆啊，我提供你布料。哦，布给你，订单给你，你只要告诉我你工厂的 capacity， 我立刻联络客户。就是，你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哎。说谢谢啊，还不简单？谢谢。告诉你，什么叫同胞？这个庞友义啊，就是个同胞，二话不说，订单就转过来了。哎呀，拿走开啊！什么东西拿走开？榴莲拿走开！哎，你这个人真阿爸了，你自己不吃也不准别人吃哦。告诉你，榴莲是我来马来西亚最重大的发现，你知道吗？我拿走开。吃醋啊！以前是怕我有桃花，现在怕我有榴莲。好了好了好了，我把这个吃完就算了，哦，以后我想吃的就到外面去偷吃，这样可以吗？你满脑子都想偷吃，这样子也不可以哦。哎呀，别这么小心眼嘛！你让我偶尔偷吃一下，我也很感激你的哦。嗯。这样子也不行，那我恐怕也无法控制了我。哦，干嘛脸这么臭啊？我不但嘴巴不能偷吃，连念头都不能有哦。你真的要斩草除根到这种程度？开这种玩笑，好，我就当场锻炼给你看。用钱买的，而且很贵，但是呢，还是得把你给扔了。谁在跟你讲这个啊？我看你为了榴莲在这边嬉皮笑脸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把女儿留在新加坡？哎。那么幼稚，一点都不像当爸爸。庞永义把订单转给我们，我心情好，跟你开个玩笑嘛。其实我的心里啊，何尝不是想念着他们呢？好了，我去打电话给他们。打过了。打过了。哎，怎么样？当然是偷哭啊，还想我们。这个难免的嘛，上课很多也听不懂，又被同学欺负。谁这么胆大包天，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啊？不过以他们的个性跟你一样这么恰贝贝，我想熟了之后呢，应该是他们欺负别人了吧。很抱歉哦，刘先生刘明达，我一点都笑不出来耶。好，接下来这个呢，一定会让你笑。只要我们把估价单传出去之后呢，就看女儿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过去看看他们，好吧？真的？当然是真的啊，反正两地来来去去很方便啊。那当然是很好啊。可是工人才刚进来，一切都还没上轨道哎。反正订单在手，特懂啊啦。老婆大人，我可以吃了吗？不要不要了，臭死了臭死了！
爸妈妈，爸爸妈妈！哎呦！哎，你们两个哦，跑那么快，那跌倒怎么办呢、啊？还有，你看看你们的头发都绑好，乱七八糟的。你看看你们的手，妈妈不是交代你们要随时洗手吗？要是吃到细菌怎么办呢、啊？啊，都不听话哎。你再这样练下去，他们可能就不会想你喽。哎，明达属下，进来再说啊。走啊走啊，进去再说。走走走，来到里面讲。来了来了。哎，这两个孩子啊，来到这里就跟到天堂一样，学校的功课也不逼。哇，晒得黑黑的，多么的健康！我看呐、啊，他们都不想回台湾了。来来来，喝茶。好好。大姐，不好意思，那两个小孩放在你这边。哎呦。客气什么？自己的姐姐啊，你不放这边放哪里？是啊，属下说不好意思，还是要谢谢你。哎呀，不会啦，啊，你放这边我也安心啊，不然你放去别人那边，对不对？啊、大家会更操心。嗯，不要住这里啦！我也不要，果果他们很喜欢吃一个很臭的水果。对啊，我知道那个味道。好，不要说了。学校那边呢？学校的同学都讲英文，好像在说我们的坏话哎。都没有朋友，我都只能跟姐姐说话。对啊，这样你们才可以学到英文嘛。你们总是要适应一阵子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你们一起住？工厂那边还没有弄好啊。婷婷，你怎么可以耍脾气啊？我讨厌这里，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回台湾。小声一点，不要给姑姑听到。我就是要给姑姑听到。不要讲！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在瞪！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忍耐嘛。婷婷，你以为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都顺着你是不是？是你们跟着地球转，不是地球跟着你们转。把好的跟不好的当作学习，这样你们才会长大，也才是爸爸妈妈带你们出国的目的呀。哦、快点了，我们要去吃东西了。我告诉你们了、啊，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不许摆臭脸，也不许照摆。果果肯照顾你们，感激都来不及了，知道吗？你在台湾订单这么多，那干脆接到这里来做啊。大姐，说实在的，台湾的市场这几年真的是萎缩的不少。再说我的客户都是中东来的，这个中东客户呢不来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甚至不接受杜拜的丫鬟、嗯、多半都跑欧洲去。不过大姐你不用担心，订单我已经谈定了，我也传真出去的那个估价，现在只要等客户确认了、啊、我就正式动工了。哇，你动作这么快，怪不得老爸每次都夸你。哎，想问婷婷，还要吃什么其他水果？不要一直只是啃西瓜、啊。不用了，谢谢姑姑。哇，这怎么教的这么乖啊？哎 ，Hello， 给我来粒榴莲啊。好。跟你们说，台湾没有榴莲，而新加坡的榴莲是最好吃的。那既然来到这里呢，就要好好吃吃榴莲，尝一下新鲜的。嗯，谢谢哦。哇，这一粒很漂亮，你看这个色泽这么好，这一颗榴莲一定很好吃。来来来来，明达，赶快，嗯，来赶快拿一个自己拿。书香怎么样？要不要试一个？想问婷婷呢？来来来，试一个，大姑姑拿给你好不好？不用了，大姐，水果够多了。
够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真的是。没话讲。哇，这个第二次的榴莲真是好吃啊，好棒啊！客气一点。其实我觉得婷婷跟小文他们过得挺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个性很能忍。是啦，但是哦，你也知道，我也是很勉强的。大姐喜欢吃，我不陪她吃，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扫兴啊！哎，这不是偷吃哦，不能算在我头上啊。谁在跟你讲这个啊？我又想错了。天南地北，我怎么总是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我才总是搞不懂你在说什么。怪了，还没下班呢、啊，他们是要去哪里啊？是要去祷告，还是有什么仪式我不知道的？大雄，没有啊。简小姐，刘先生。组长，我们知道你很文静，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们。我实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呐。有事情我们一起解决，不要怪自己。说什么问题？我留不住他们呐，他们说这里没有工作做，不想留了，还说。外面的工厂都在等着他们，那里有很多货，可以赚很多钱给家里用。那你没跟他们讲说我们很快就要开工了吗？ 我有说啊，可是他们都不信，都不听我的。走了几个？三分之一。看来啊，我们不能随便离开这里。一离开就出事了。催一下庞先生吧。嗯。姐姐。刘先生，你们要的东西好像来了哎。庞先生飞来了。就是这个。侯组长，回去跟车一组的人讲，我们很快就要动工了。想走的留下来，已经走的尽量把他叫回来。现在啊，对，就是现在，麻烦你了。哦哦，我现在就跟他们讲啊。怎么反映我们的报价？丽云，帮我拿个订书机过来。订书机？嗯，这边要用的，谢谢。哦。怎么了？我报给他一件是6.5美金，他居然给我杀到5块，5块是成本啊！差这么多啊！我们再谈谈看，大家各退一步，赶快让工厂开工。我报6.5非常合理，
他在这一行这么久了，他知道行情的。也许他不会算我便宜呀、怎么可能嘛？我们跟他买布啊，居然比台湾还要贵一成呢！啊？给我们买衣服，单价开这么低，卖给我们的布啊，又比较贵了。哼，真是太离谱了，简直在我们身上剥了两层皮嘛！八成是看着我们急着要开工啊，趁机剥削。我去打电话给他。不行，这要好好的谈，我们去找他谈清楚。不用了，我去就好了。你在这边尽量跟台湾联络，看有没有办法从台湾买布过来。我们不要买庞永义的布，买他的布啊，我们赔的。那你就好好的谈，不要动气啊。这里不是台湾，腰要弯一点。我知道。林小姐，你要公平来呀？这什么啊？如果不是你要我老了呗？我是要订书记。订书记？其实是什么来的？就是这个啊。你们叫什么？哥哥，阿伦，我们叫哥哥。哥哥，哥哥。喂，请他进来。推杆老打不好，常常两杆就很 great， 结果通了四五根还进洞。我收到你的传真，想跟你谈一谈。坐。就是，那我就直接说了，你给我的价钱，我没有办法做。你要知道，这价钱一提高，订单就被大陆抢过去。可是你不能调低成衣的价钱，又调高布价，我直接从台湾买布运过来，我还比较划算一点啊。台湾染好布再运过来，来得及吗？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会优先帮我做。哎，不行，台湾布的品质啊，我没把握，客户只认我的布。就去。当初我很积极的在部署我的工厂，就是因为你说你要给我订单，才给我这么大的信心。那现在这样子，不是为难我的吗？我说过一定给你订单，我也做到了。什么？你现在要把养活整个工厂的责任丢给我，说不过去吧？你认为我中间赚你太多，占你便宜对吧？我老实告诉你，客户就只出五块半一件，扣掉我五毛佣金，给你的就是五块。不信啊，我找订单给你看。啊，我秘书拿去处理了啦。David 啊。大家凭良心，我一件抽你五毛佣金，不过分吧？你抽佣是应该的，只是这种价钱比台湾做还要低很多。没想到千里迢迢来这里接这样子的单。没办法，成衣本来就靠蝇头小利，稳健经营。不然这样，自己同胞我五毛也不赚了。只要你如期交货，保持我对客户的信用。我五块半全给你，让你上桥开工大吉，可以吗？你的布不能再便宜一点吗？你真的要让我两头空啊？
Debbie 啊，我把你当同胞看嘞，你对我呢？好了，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打球，庆祝你开工大吉啊！李先生，工作都累了，要不要去轻松轻松一下？去哪里轻松一下？去这个按摩还是桑拿？不用了。啊。大兄，带我可以去看鸟看鱼的地方好不好？啊，动物园啊。可是现在已经关了。不要动物园，去自然的地方，可以听听鸟叫，看看鱼游泳的地方，这样子我就很安慰了。啊，有个地方很近，很多野鸟也有水，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鱼。好啊，带我去。好吧。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靠在我的肩膀，这就是家。每一座城市如此不平凡，每个人都有故事说不完。目标是要哪找目标啦？咱不要找目标。我爱头前迄个无，加人吸，啊，是讲迄边迄个山头，啊，这拢是你的目标啊，这是一道，哪里看得到？咋啷咋啷？所有一切拢准备好啊，看准你的目标，就开始收啊。相信自己就有力量，卷起袖，扬起风帆，坚持梦想，不留遗憾，撒下希望，让爱萌芽，一路落下。起风帆，坚持我。